哇，这一棒打左半边，看到左外野手向后退，向后退，林书义看着球出去，哦，塞了命哦。林家轩一发满贯全垒打，继续扩大比数差距，现在变成了是13-2了。七分就已经很难追了，再加上满贯炮下去，比赛的中后半段哦，中英兄弟确实会追得蛮辛苦。嗯。Hello， 各位粉丝朋友，看完影片后记得点击旁边的图案订阅频道。订阅完后呢，记得开启小铃铛，这样才不会错过我们每一个麦卡贝的精彩影片哦。